Hello， 大家好，那欢迎大家来到铁花村。我们这个今天晚上呢，这个节目叫做唱作俱佳哦，它是一个可以让大家自由报名上台演唱的一个节目。好，那我们节目呢马上就要开始，也请在周围还在观望的朋友们都可以到我们的吧台点一杯饮料，然后就可以到靠近舞台的地方来就坐。好，然后那这个节目呢，其实它是从那个铁花村创村以来就有了哦，然后它就是还蛮多朋友在这个舞台，它就是因为它没有什么的条件限制哦，只要你想要演出，你想要分享，然后都可以上台做演唱这样。那也很多朋友就一分享以后就我们就发现他不错，蛮会唱歌的，那我们就安排他到铁花村的其他舞台去唱歌。我们几乎每天礼拜三到礼拜天都有演出节目，那不同的节目会适合不同的表演者，我们就会做进一步的安排那今天呢就是暑假期间在外面跟大家把这个节目拉到外面来那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叫志威哥哥旁边这个是黄启威黄哥里拉他艺名叫黄哥里拉那我们今天呢六个名额已经报名额满了所以如果你们有想要报名然后没有报到的朋友没有关系你们待会可以来找黄哥里拉他会安排那个别的地方跟你演出我们暑假有开放这整个铁花路旁边的徒步区的街头都可以演唱这样。那我是主持人，我今天主持人要先唱个两首歌。那请那个黄格里拉帮忙演奏。那我们两个人会先带来前面的两首歌，接下来就依序欢迎大家上台演出。亲爱的
的人走了，天空变成灰色，我们都是棉花糖，迟早会融化。这首歌是九二九乐团的棉花糖，也欢迎在旁边聆听的朋友都可以慢慢的往这边靠近，我们待会会中场休息十分钟，还有时间可以去拍拍热气球，我知道大家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大陆歌手他叫李志，他有一首我很喜欢的歌叫做《异味》。
全不只是那些人那些事，算了吧，就这样，那些过往的事情还在别处看不清，你的光亮照耀在哪里，说不清，此刻你在世界的中心，或者你在中心的边缘，这个世界不为你不为我所了解能掌控，或许它根本就不存在，我们就欢迎那个，大家都知道规则了吗？因为我们今天报名也截止了，但没关系，如果要参加今天的演出的朋友都可以到吧台点一杯饮料，然后往舞台这个地方来靠近。那第一组演唱的朋友他叫吴东营，他在他肚子痛，完了，他现在然后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厕所就在那个方向啊，现在一定是个百感交集的状态。好，没有关系，那我们那个来那个想一些别的事情做啊，应该会很快吧。那我想询问一下第二个那个演出者，你们有三首歌都一起吗？都是一起齁，好好好，那没关系，那我们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礼拜六有纪晓君，纪晓君在铁花村演唱，所以很欢迎大家可以来看，因为纪晓君也很久没有在铁花村这里演唱了，所以这一阵子也是就是他的脸书相当的精彩，那相信这一场演出一定也非常的那个特别，那很欢迎大家礼拜六都可以再到那个铁花村来。
礼拜五呢是那个蓝星乐团，大家有听过蓝星乐团吗？有哈，有吗？没关系哈，一定要来听一下蓝星乐团。蓝星乐团是台东哦，真的很在地，那个在这边长大的，然后来自由各个部落组成的一个乐团。那通常听了一遍以后，你们就很难忘怀那个蓝星乐团。那我们那个就欢迎吴东颖同学，好，吴东颖，他下午呢就有提到，刚开场提到有那个街头上的这种蟑螂歌手，他下午就有报名那个，然后在街头演唱过，那晚上又到铁花村来。好，那我们就一起掌声，好，我们欢迎那个吴东颖上台，待会他会好好的介绍。